我们今天来看照顾宅，主要是看，原先从南铁地下化被拆迁户他们搬过来的这部分，所以我的想嘛是爱甲你看一下，讲有啥物，我主要咱个照顾，即个过来加强，要甲讲一下。三路尾礼拜到这管理室，无导盲砖。你讲家己礼拜选，你用个导盲砖。这个马上可以处理了。管水就给你处理了。我看来这样理我啊。感谢阮遮管委会，伊对我的协助。遐钱摕来遮买啊，啊俗都较俗，我都较没关系。即摆是慢慢啊适应。会使的啦。会啦，我心头完。甲咱甲公司生肖哦，完成到哦，即我嘛知啊，即道理我嘛知啊。啊，不过若当到道理的时候，你都无一定会安尼讲啊。哦，好，加二十几平啦，吼，啊加三四平啦，大概管理来加，哦，啊绝对不是讲政府安排一个这照顾宅来管，吼，就讲无代志啊。你搬入来了嘛是爱继续照顾，尤其一般人嘛爱继续照顾，啊恁特别有残障手册特别需要搁加强的，这部分我来到。主客了，到永久，好不好？好，卖够麻烦啦，这我应该做。我嘛足欢喜，搬入来遮大一年，我食到七十三岁啊，毋捌住过新厝。安尼哦，你七十三岁哦？我七十三岁啊咧。哦。毋捌住过新厝，啊，我嘛足欢喜的，啊，遮环境嘛算袂歹。今来目的是要感谢讲恁的牺牲啦，啊，若无。上的储备红贴啊！那未来呢？我们还是也会找机会来看看他们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政府的照顾还是持续下来的。包括刚刚提到的庄先生、庄太太他们的几项诉求，我们还是要来继续来做好。那这点我们还会持续。来关注他们，关怀他们，也希望他们来这个新的环境，会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刚开始有一些小小的不适应，但这里也希望说到最后会让他们觉得更舒服、更温暖的一个家。